OK， 很久没开拍这种耍废，不是每次开头永远都不会拍自己，都要拍别人。我很希望第一人称拍嘛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今天我们被小猫邀请来，然后镜头还在照我，这很广，这很广，这很广。哎呀，高文这么厉害，对，就是非常厉害，这么厉害。我帮你拉赞助看看，好像是可以哦。那平常哥哥们都去吃拉面，那今天是弟弟呢带我们来吃乐川小馆。其实我还蛮饿的，你今天有吃饭吗？有啊，有吃哦。哦，一点吃二十颗韭菜水饺，然后跟一份豆干海苔。因为我早上没吃东西，很饿。我只吃两颗饭团，因为我要去运动。现在呢，我觉得好热，我们现在要进去，因为我刚刚在里面不知道他在移桌子，到底在移什么意思。我想说，我刚到的时候你就说他在调位置。对对对。那我进去他在调位置。讲啦，反正我刚刚20分到这边，然后现在35分，他还在调位置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弟弟在搞什么鬼啊！瞧好了啊，瞧好了。我刚刚找他的时候20分嘛，然后我跟他说你在瞧位置，然后结果我们进来之后你还在瞧。不，下来。哈哈哈！好，可以脱了。OK 啊，小毛拍完了，那剩下的东西呢非常的多。垃圾？没有，有点饱。这刚是打嗝，一种打嗝。饱？对，我这辈子没听过你说过这个字。饱？你的字典里面有饱这个字吗？有啊，现在。老太太真的蛮好吃的，它的价格，我觉得以这个地段来讲非常便宜，而且 CP 值非常高。然后它这个面已经把我凉掉，还是很有嚼劲。那你收了多少钱？没有啊，没有，随便讲。你呢？真的零头？哦，真的。那、你要收多少钱？对啊。来，也是零。哎，那你出来吃饭跟我收钱，状态不厚道了。哎，李杰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。对啊。这有个观众抖内你一堆钱，然后你说要请我们喝饮料，对啊，你知道路人吗？对啊，不懂吗？啊，饮料嘞？我上次要请你们喝，你们都八都不要啊。他看电影的时候啊，他那时候不要，先不要了。你没有问我，那我要啊。我问你，你们在做什么？连喝了也不要喝，我说给你们喝，你们说我买电影票都说不要喝饮料，不要。不是你说的，你说的要不要？不知道是你要不要我请你喝饮料，还是你们要不要买饮料？啊，在路人这里请很多，还有我们的吃饭中间。那是下次出去玩啊，那我已经讲好了。不是说吃教父吗？没有，我没有那样讲。没有吗？没有教父，没有。我说吃个当地特产之类的，当地什么吃？你看，假如说吃个烧烤也赚吧，一餐也要吃个500-600。下，我也等一下路人来请我们喝饮料。哎，他这个人怎么这样子？我是不知道啊，他只有给你们两个钱，我是没有给我，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请喝个饮料这么小的事情，还要下次出去玩？我们哪都要出去，我们每次出去就吃到饱，吃到饱就饮料喝。啊，看电影钱，你吃东西又饮料喝，那个不一样啊，又不一样。吃到饱是你自己已经付了钱，然后你可以一直喝饮料，那钱又不是你付的。那我下次就着收跟你着收饮料钱100块，我就吃到饱的时候。饮料100块。我可以喝到100块啊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爆腰，再把它丢脸，我在东湖那边停那个车，然后妈准备当接电话，看他吓一跳，你慢点拍哦，你操！哇，这公共场所露内裤哎，那你该怎么知道我在拍？靠，你他妈亮了啊！哇，一身龙哎！你说这两只哦？人真实啊！是啊，我爆雷了！真的假的？你有在追啊？真假的？好像疑似而已，我不确定。看你不是没在看吗？啊，我被爆了！我就看，我不是我会滑一个情报。我只因为我会爆雷啊！爆雷啊！你讲一个反派死人，那也是爆雷啊！只是因为他有在看呢，够用。这个不能解，这不能解。我跟你讲，你到底买这是什么？买什么？情怀是不是？情怀，对，是情怀。我自我就买，我只是小的时候。可是你不是我，没有。因为小的时候玩，只弹珠串玩的不够多，所以我小时候也没什么在玩啊。没有，你有在玩？我没有在玩啊。对啊，你要买还是？但我小时候真的有在玩。那你更应该买啊！我要买，那这一支推荐给你啊。
猪脚鸡，白痴哦，我不熟啊，我哥那时候是我哥。你来射，你来射，你家污泥啊？他不是吗？你就拿，你就给你真的啊，我昨天射我家的猫，然后他就去追，他超可爱的。你就往他身上射，这不是 BB， 这不是 BB 弹，这打出去不会痛。确实，这不会痛，这不会痛，瓶盖而已。你看他弹珠长这样，对啊，他弹珠长这样，它是一个瓶盖，你拿一般的保特瓶也可以用。但我怎么记得我小时候玩的弹珠？我们有时候玩弹珠。他说为了环保，可是他为了环保，他还做成这做这种产品出来。小时候弹珠比较痛，因为弹珠可以来丢的。哦，对啊，我堂哥用那个射过我，很痛。你说他压，对吧？帮你防射，对吧？可以还用我的。所以要不要买？你可以买这只。逗猫好神器哦！他妈，他把这整只肢解掉、哦。不会啊，你就拿来射，又不是。整只丢给他。讲那么多话你不买啊？啊，你刚刚讲更多话你不买、啊？我买啊。那不在这边买的、啊。一样。那你一样不一样吗、啊？所以你想看一下女仆咖啡厅？啊？看怎么样？你想见识一下是不是？我没见识过、啊，你见识过不懂？我见识过。之前跟他一起吃魔法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去，那就地下街，那个很烂的臭婊子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没事。你说谁？哪个臭婊子？婊子艾米莉亚。啊，就是艾米莉亚，艾米莉亚，哦，人称婊子艾米莉亚就是他、哦，哎，艾米莉亚就是贱。啊？你骑到人家车哦？没有没有，我刚看到他坐垫怎么贴一个东西。哎、欸，那车颜色跟你车不一样。我刚以为是那台啊，我刚以为他。我刚也以为。很近啊。我想奇怪，你车离我们怎么远？好好买房子，好羡慕。我跟内湖大地主，等一下回完内湖还要回新买的房子，真好。好好啊，没有，没事。等一下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旭哥。拜拜。旭哥，你刚说什么？没有啦，就是祝你一路风顺这样。祝你。真的是旭哥哎、欸，旭你吗？你还是顶级的哎、欸，还是顶级的旭哥，顶级的。顶你个肺哈！好啦，拜啊！拜拜拜！靠北碰到一个问题啦，我的椅垫打不开，完全拿不出来啦！哈哈哈哈哈！笑啥笑？你想靠北？